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一颗最明亮的星球上，发生了一段寻宝的传奇故事。Yes， 黄金传奇，大家欢喜。今儿咱们黄金传奇，哎呀，回国啦！在回国后的第一集，哎，我们安排给观众朋友们的是什么样子的内容呢？哎，我们今天来到了台北市的东区。在台北市东区呢，哎，我们黄金传奇已经录了好几集了。哎，这观众朋友们可能就要问了，哎，录那么多集，哎，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录呢？哎，我告诉您，其实呢，台北市的东区呢规划的相当的好。哎，我们今天要介绍给观众朋友的，哎，是一种主题的寻宝。哎，什么样子的主题呢？嗨呀，这就要告诉观众朋友们，好好的善用您的休闲生活啦。这现代都会人呢，嗨呀，生活非常的忙碌，所以呢，哎，在这个闲暇之余呢，哎，要善加的计划您的休闲生活啦。哎，有空的时间，哎，不但可以去一些好玩的场所，另外，哎，像假期的时候，像这些大型的广场，比如说国父纪念馆，哎，这里呢有许多好玩的活动啦。这除了国父纪念馆之外，哎，台北市东区呢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现在呢，哎，就带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看看假日要如何来安排您的休闲生活。好，今天在我们台北市东区，哎，参加我们休闲生活寻宝的艺人阵容相当的坚强，红队有简长、李天荣和 George。这蓝队的阵容当然不遑多让了，哎，有张晨、王韵婵和林志豪。好，在我们今天的寻宝争霸战里面，红蓝两队到底哪一队会获胜呢？欢迎收看《黄金传奇》，耶耶，好，经过了四集我们日本的录影之后，我们又回到了温暖的台湾，可爱的台北市啊！温暖的，温暖台湾需要穿成这样子吗？心里头很温暖。我是心寒了，心寒了，因为回到台湾比较输了，是吧？好了，这个输赢啊，待会再说。我们先介绍我们现在所在地，这个呢是台北市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标——国父纪念馆。我们大家都知道，国父纪念馆前面这个，我们现在做 opening 的场地，这块广场啊，是我们的台北市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据点。是。同时，这个地方呢，今天为什么能够再度的来到这个东区，一定跟我们今天内容设计有所关联。那当然了，是因为我们现在隔周啊，周休二日啊，哎，所以呢，我们当然就要介绍这个。除了这个出国我们可以去的地方玩之外呢，是我们国内呢还有哪些地方是值得大家去游玩、去休闲的好地方？大家都怎么都变这样的？说到休闲活动啊，咱们这个。上回在外双溪那次也算是一次的惨败，所以这次来东区啊，我们今天呢跟休闲生活有关，我想你应该是差不多的成绩、啊、是除了这个主要休闲生活的主题之外，我们今天强调的是东区嘛，是是是，不晓得这个蓝队在东区有没有赢过的记录嘞？这个怎么样呢？怎么样呢？东区我不熟吗？今天我有几个东区少年呢。好了，我们先不要吵，我们来介绍两队的成员。来看一下红队成员，他首先欢迎我们第一位首次光临我们黄金传奇德高望重的坚强的老师。这个诚如大家说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呢，哎，这个不能说这个简哥是我们来过黄金传奇年纪最大的，但是呢，绝对是我们最德高望重的一位。是，所以我讲呢，我们不能说呢，他是一个这个资深演员，我们只能说充其量他算拖油瓶罢了。没有一句好听的。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既然啊，我们红队有一个拖油瓶，既然还有谁呢？我们就要 balance 一下。所以呢，接下来两位年轻力壮。哦。首先，我们欢迎的第一位来到我们黄金传奇首次光临的李天荣。哦。红队的第三位呢，上次第一次来黄金传奇就赢了。张兆志。George。哦哟。好，欢迎我们红队的金姐妹妹。好，欢迎。今天像一个糖果妹妹啊。今天呢，虽然是寒流来袭啊，但是呢，我们的热情是不减当年。是，好，把我们的蓝队的活力拿出来，好不好？看来红队死气沉沉的。我们现在完蛋了，蓝队。好，看看。看一下我们的蓝队，第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一次来节目当中的张晨。好，第二位是我，也是我的师妹，我们欢迎王韵婵。第三位呢，是我在日本日向别墅那一次呢，能够联手把红队打败的一位重要功臣林志豪。耶耶耶。好，接着欢迎我们的这位今天的天子新来报道的这一位，我们欢迎嘉颖。
这位他是我的吉祥物啊。嘉颖呢，他暌违了两个月之后，终于又回来了。嗯、有人开玩笑说，两个月去哪里啦、啊？是不是去坐月子啊？不是，来，嘉颖告诉他们去哪里坐月啊？不是，去哪？你是这两个月去哪里？我去大陆拍片，那看到没有杀青了？那因为非常喜欢黄金传奇，所以还是回来和大家见面。嗨、哎、呀，听到没有？赶快回来看蓝队惨败。好，欢迎嘉颖，给鼓励一下。休闲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呢？一块来看我们的黄金队长。好，一起来看看黄金规则。两队同时出发，寻宝过程中可获得三份提示，每份提示最后可各获得三分之一张藏宝图。拼凑出完整的藏宝图，可掷一支宝箱钥匙藏宝处。首先打开宝箱的队伍可以获得50000元之黄金。好，来看看寻宝提示。第一份提示是中华民国全图，有各省省份，这是要去哪呢？好，第二份提示，鱼和水，乌和风，蛙和虫，嗨呀，这几组文字里面到底有什么共通之处呢？这第三份提示还很简单，八得七五，这是要解去哪呢？好，今天我们寻宝的范围就在台北市东区了。在这东区里面呢，有很多地方是适合您假日去休闲的。会到什么地方去呢？哎呀，好难啊！今天，因为有简哥在场，所以我们有寻宝专车。一般来讲，节目是只能自取不能力敌啊。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守护神。好，我们今天的守护神是中华民国都会发展协进会秘书长苏南周先生。欢迎，那么大伙观众朋友问候一下。各位黄金传奇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今天来到东区。东区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然后甚至说理个发啦，或者是瘦身美容啊，或者是这个 KTV 啊，或者是等等等等之类的哈，这都可以让你玩得够的地方。东区呢，对很多朋友来讲呢，是可以说是相当热闹且丰富的。这么如此具体而为的一个区域啊，事实上呢，今天呢，我们希望透过黄金传奇能够让所有人一窥全貌。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请守护神颁发两队的第一份提示和地图。提示，来，这是红队的，这是蓝队，这是蓝队。来，先颁给蓝队，来颁给赢的蓝队，来。颁给这个绝对不会赢的蓝队，然后现在颁给可能会输的红队。可能会输的红队，可能会输的红队，不会输的红队。啊，来，我们的有求必应金牌三面，来，嘉颖、梅林。啊。好，那我们这一期有没有什么？今天手上还有拿这个是要干嘛的？这什么干什么用的？这是我们的刚刚发行的刚刚诞生的还热热的这个东区导览地图啊，然后这个是一个城市导游的一个地图。那如果说我们民众要拿到这个，要去哪里索取啊？这个就跟我们制作单位来联络哈，制作单位会来跟发展协进会来联络我们随时乐意来提供。好，这个谢谢我们的都会发展协会特别提供的这个东区导览地图。好，红蓝两队各四份。好，准备鸣笛出发，预备，预备。这里这两个地方，这是什么地方？是啊，这房是桂林的，桂林属，桂林属，桂林，桂林是桂林叫桂林，桂林简称什么？桂林人，四川是简川川嘛，是吧？刘妈妈抄手嘛，不是吧？还是云，云南，云南省是不是在这？不是，跟这两个有关的，跟两个字。还是我们赶快去附近。云南，啊呀，就是你呀，黑衣服那个男生啊，你地理通不通啊？我过去找他，快点来！谁地理最好？地理通不通啊？我们这个地理很逊，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这四川啊！广西是简称什么？广西哦。贵有没有什么贵什么？贵。对。另外那个是贵吗？是什么？糟糕，没有贵。没有啊，这边没有贵的店。对。有时候是阴头。贵，有的时候是钱贵，钱，一个钱一个贵，钱贵，钱贵，大力整个 KTV， 钱贵 KTV， 加油，大家加油，我们都来啊！哎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各省的简称都有，只有两个省份呢打了问号，这两个省份分别是贵州和广西，这两个省份的简称呢，分别是钱和贵，哎呀，所以我们取其音呢，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您现在所看到的钱贵 KTV 啦。这唱 KTV 呢，是现在都会人休闲生活的重要一环呐、啊，在这里一路欢唱啦、啊，轮流找到路人，达成指定任务并演唱歌曲，由馆主认定通过，就可以过关了。第一个提示，八得七，八得七七十五，八，
八德七十，这也没有八德路啊，不是。会不会是数字有关系呢？数字会不会有关系？七十五号也不可能，我们怎么知道哪个是七十五号？这边没有八德路啊。这块牌像这块牌像什么？那边。这个牌像什么？路牌像什么？路牌。路牌呀。就是不是我们标示的那个路？那个什么八德路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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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吉街啊，什么会不会？哎，不对，刚才就是那个是绿。可是这边没有八德路吗？是不是，对啊。会不会是八德路七十五号啊？不可能，我们不晓得号码，不可能让我们去找号码。对呀、啊，八德是哪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对，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再加油啊！啊，真的假的？忠孝仁爱，第七、第五嘞。忠孝仁爱，还没搞好呢。大力，大力，忠孝仁爱，龟兔赛跑，听过没有啊？何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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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啊？信信忠孝仁爱信和信，他应该是先七再五啊。对对对，和信什么和信？没有啊，和信很少。和信桌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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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会吧。我没想到我会猜对吧？和信桌球，不管吧。哎呀，这八德七五呢？哎，绝对不是八德路七十五号了，哎，是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里面第七个字和第五个字，哎，这分别就是和信，哎，这两个字了。这两个字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有一个地方就叫做和信桌球了。哎呀，这假日的时候打打桌球相当不错。这桌队厮杀，哎，分别选择对手，若能在指定比数里面赢得五球就可以过关。哎呀，我们来看看这高手，哎，要拿着怪球拍来打了。欢迎各位来到前辈 KTV 哦，大家平常都喜欢上 KTV 唱歌。有哦，这是 KTV 皇后。对，那所以唱 KTV 呢是件很流行的一种休闲活动，对不对？那今天来玩的游戏是什么？能够找到路人，达成指定任务并演唱歌曲，由官方认定通过即可得到提示线索。好，轮流唱。我们不进去，我们在路上唱。在路上唱。进去的是要先在下面通过四首歌曲的考验，然后我会给你们包厢号码，进去唱歌就可以得到下一关提示。OK， 好，这了解吗？好。来，首先来。来。这个啊，抽抽，看撕开吗？对，找一对情侣唱情歌，我愿意。这你最会了吧？等一下哦，等一下，为了证明他们两个是情侣，你们唱完之后呢，男生要亲女朋友一下。好，好，来，情侣，等一下，没有，我们现场就来一位，对不对？因为现场我们凑一位情侣啦，来，搭起友谊的桥梁，快，来。情侣吗？你跟谁来的？你们两个吧，你们两个。好了好了，就是你们了，好了。两个情侣，两个是不是朋友吗？帮忙一下，帮忙一下。是朋友，对不对？会不会唱王菲的我愿意？来，会不会唱王菲的我愿意？好嘞，会副歌。好嘞，好，预备，来，等一下，来到那边，你要唱给他听，要让他们很感动哦。我们唱给他们听啊。对，是麦克风嘛？对，我们唱啊。对，太好了。思念是一种。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我在记在做困兽之斗的红队，我想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好，大家在速度在拿捏上面不要太快，是不是？我们现在要赢太多，简哥应该有让他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天哪，简哥最剧烈的运动就是呼吸了。
刚我们今天要爽，他连深呼吸都累，所以他一般正常呼吸是不行，深呼吸都累，所以我们讲好不好？让他一点好。桌球厮杀。对，那这边是提供一般民众休闲打桌球的一个场所。那今天要进行的游戏是桌对厮杀，由各位呢选择不同的球拍，然后我们安排选手来分别跟各位比赛，达到五分者就可以过关。一对一吗？对，一对一。好，介绍一下，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好不好？好，这位是小学三年级的小弟弟，他已经有专门的球拍。三年了。对对对，这两位分别是河库的球员，是我们中华代表队的男的是吕宝鹏，女的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徐静。那这位姐姐是已经78岁了，那她打球有快30年的球龄，哇，简波波的，简场。好，那是谁先来？你们先选择球具之后，有不同的选手跟你们比。你们是用正常的，你的选手是用你选的球拍。我真的。对对对。哎，那我。我们用正常的。我们的选手用海绵打会比较烂，好吧？来，北北，开始喽！北北要注意喽，球要过去喽。好。唱健康歌，健康歌对我们来讲简直是轻而易举嘛，还有手到擒来，跟哥哥姐姐一起跳健康歌，我们一起来玩好不好？好不好？一起玩好不好？健康歌好不好？我来玩，我来玩。来，一杯杯，来哈。来，这时候要讲话，来来来，小仙仙跟着爷爷一起做运动。三圈腰，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大腿，大膝，大腿，来来做运动，动动手啊，动动脚，轻做深呼吸，笑眯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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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眼可温血融可及，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nice， 值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路上的人快乐多。还有啊，任务达成，愿不愿意登上卫冕者宝座？好，恭喜！我已经晕倒了，我的脚已经晕倒了。太神奇了！
怎么可能会这样？蓝队呢，哎，对手拿的怪拍子都打他不过，哎呀，这被罚呢也是活该啦，哎，到底能不能顺利的过关呢？有，恭喜你们，你通过这一关，然后谢谢。下一关的提示，哎，红队来，要整他们了，红队，红队来，你刚好要整他们。2716，我二七一六，我一路发。2716568，打电话。2716568，我已经快疯掉了。我如果输的话，目的就是这样子。我把你拿掉。哎，喂喂喂，你好，请问一下你们那边是哪里？什么餐厅？Hookers。Hookers 餐厅，好，谢谢，你好，我们要去吃。Hookers， 好，拜拜。哎呀，我们来看看，哎，这2716我一路发，哎呀，台北市的电话号码升级为8码了，观众请密切注意了，哎，原来是2716，哎，5168，哎，这里是哪里的电话呢？这就是您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美式休闲餐厅 Hooters 的哎电话了。这一家餐厅呢，哎，它完全走的是美式休闲风格了。哎呀，这里面呢非常的活泼、年轻有劲呐、啊！哎，在这里杯杯相传，与 Hooters Girl 哎进行美式传杯游戏，达到标准就可以享用大餐而且过关了。没时间了，没时间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简哥，我可以带你好吗？对，这样我还就可以。哎，就来一杯。Oh my love。上面呢，哎，这原来呢，哎，有人正在跳这个标准舞，哎呀，在地图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地方叫做戴文富舞蹈教室，哎，也就是专门教标准舞的地方。这戴老师呢，哎，曾经在国际上的舞蹈比赛，哎，获得许多大奖了，哎，在这里呢，武林至尊分别向老师学习标准舞步，由戴老师评判通过就可以过关。不准来，你不准来。
很多美式啊队的活动跟游戏，那我们今天传杯子就其中一个，那我们会先示范一次，那你们要没有错才可以过关。 OK OK， 好，我先示范一次，摆浪淘淘波波花，张起朵儿往前花。 OK， 这是哇塞，再来简单，这是摆浪淘淘波波花，张起朵儿往前花。给下一位哦，杯子要给下一位。不会吧？现在几点？喝啤酒了。Oyster， 你不用整瓶喝完啊。对。OK， 那我们来一次。哎耶！这是什么东西？没什么颜色？红色。杀价片嘛。你不要累了。有把我们弄跟猫头鹰一样，对不对？他这一路到底吗？然后还有最后一段。然后呢 ？Chorus 的原意是猫头鹰的叫声，所以他现在在帮他画的是一个猫头鹰。欢迎各位呢来到这个戴文富舞蹈教室。来到这里呢，就是特别要为大家介绍，就是都会休闲啊活动的另一种运动啊，就是这个啊国际标准舞。国际标准舞。然后在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戴文富戴老师以及周老师。大家好。他们曾经在啊参加这个全国的这个国际标准舞，就是职业的拉丁舞蹈比赛呢，连续五年呢获得呀，连续五年获得冠军，对，非常不简单。那同时呢，也代表我们国家呢出国参加比赛，那成绩也非常优异。是啊，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关呢，我们要进行的就是武林至尊啊。那待会呢，我们可能要请就是请四位呢分两组，就是一组学这个论法。然后另外一组呢学这个吉鲁巴，学好之后呢，我们开始就是由老师来一一来评审。好，在你们学之前呢，我们要请戴老师跟周老师呢做一段这个舞蹈示范表演，论法跟吉鲁巴。对，好 ，OK。
们四位呢，两组呢，就是看谁要选择论吧。当然，两个年纪大一点的论吧。就请老师来。我们超学大概不会超过五分钟哈。一、二、三。一、二，好，后退，两个，后退，三，后退，三。这个是 cocktail sauce， cocktail sauce 是那个鸡尾酒酱，然后里面有山葵酱。里面什么酱？山葵酱。山葵对，山葵酱就是 wasabi。反正是是啊。对，所以一个植物只是它。然后把鸡尾酒酱倒进去。生补啊？哇，有生蚝啊？不是的。很好喝，真的很好喝。我不吃生的哎，可是真的很好喝，谁要吃？晨晨，一边嚼。大缸的，大缸的，大缸，大缸至少我知道，一口的，方向知道，一口下去。体验的一天。好不好喝？真的很好喝，好不好喝？毕业一早起来，每一个人都喝吗？可以不要放酒，可是放酒比较好喝，它不会有酒味。不会，那我来一杯吧。哇，这个叫变变好，对不对？正中方向。我们吃了变变好以后，下面的路也都用跳的。你不觉得？乖了，乖了，乖了。都不要加。那你们都尝过蛐蜕跟雪蟹，好不好吃？好吃，好吃。那欢迎你们下次再来。没问题，没问题。那这是你们下一关的藏宝图，恭喜过关。恭喜蓝队，贺喜蓝队，率先获得三分之一张藏宝图。我不见了两个月，他们每次的当前就把我给忘了，亏我再回到仙界去练神功来帮他们，真是气死我了！你们这些小猫头鹰。蝙蝠侠队。来，恭喜你们，加油！这个月子了，完了完了完了！我吃了便便好以后，我的人有变化了。Oh my god！哎，这好像刚刚第一题车省份的简称哈，红队的第一题。没有。湘粤滇，滇是云南，对，云南这个湖南，湖南，滇是广东，广东。这两个有问号是哪两个？湖南跟云，湖南跟云南。桂州，桂林。贵州叫简称什么？桂林啊，桂林简称。什么桂林怎么会是省呢？不是桂林，贵州。贵州省，桂林是哪一个省啊？广西，广西这边，干在这边，不是，不是浙江西，广西这边，广西叫什么？西省简称是什么？广西省，不是，哎，还有地图，有地图啊！快，再问你一下，这两个问号的是哪一个省？湖南跟云南的中间是哪两个省？湖北吧，湖北是二的，湖北二的，有了，旁边，对，四川下面是什么？贵州。贵州，对不对？贵州简称什么？钱，钱吗？钱呢？就我记得是就贵吗？对，钱，我记得有三个钱，钱贵，钱贵，钱贵，啊，对，钱贵，钱贵，钱贵，哎呀，连咱们别桌的客人，哎，都解得这么热情，哎，没错啦，哎，这两个打问号的省份呢，分别是云南和贵州，哎，分别它的简称就是钱和贵，所以我们要去的话，就是您所看到的钱贵 KTV 啦。这唱 KTV 呢，哎，可以说是现代人哎相当重要的一种休闲方式了，在这里一路欢唱，轮流找路人，哎，达成指定任务并演唱歌曲，由关主任您通过就可以过关。
呢，我相信呢，聪明才智、年轻力旺的我们两个应该是蛮有希望的。真的吗？真的不可能。我安慰你。好，像我还记忆犹新的时候。好了，三二，叫叫叫，三二，转转转。跳起伦巴来嘛，蛮稳重的。哦，真的吗？姿势也不错，只是舞步稍微乱一点而已。就是我见他，如果哦想改良的话，可以找个教跳舞老师，不错。真的吗？真的。所以舞戏上哦，协商快，而且也音感也相当好，软度也很好，弹性也很好。谢谢。一二。好，现在恭喜你们获得这个双击的。宝藏图，恭喜恭喜！还是恭喜大家的宝藏图，下一组第二条路线，坚持。高雄的、贺雄的，同样获得三分之一张藏宝图。想看我跳舞吗？不跳给你看。我赶忙卖糖果，我赶忙卖糖果。要不要就是跳一段？来，快来！不要了。一，太疯狂，不适合先生形象。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提示，谢谢。找出下列，想想找出下列组合中共通处，鱼和水，雾和风。F 呢是 fish， W 是 water， 雾是 fog， 风是 wind， 蛙是 frog， 然后虫是 worm， 秋是 winter， 冬是 winter， 秋是 winter， 秋是 winter， 冬是 winter， 所以都是 F N W， 轮刀。哎呀，我们来看看鱼和水，乌和风，蛙和虫，秋和冬，复和期。嗨，这每一个字的英文呢，哎，前头都是 F N W。哎呀，所以我们要去的地方在地图上有个地方叫做 F N W， 哎，直排轮休闲生活中心啦。这直排轮呢，哎，是近来相当热门的一项运动。哎，这其中还有人，哎呀，滑得好了还可以打曲棍球。嘿，这曲棍球，哎，打起来，哎，可就好玩了。在这里呢，哎，我们要玩的游戏呢，哎，就是长驱直入啦。穿着直排轮鞋，哎，进行曲棍球大赛，达到标准就可以过关。欢迎各位来到，哎，欢迎各位来到前程 KTV 啊。嗨。现在很流行的休闲活动是唱 KTV 吗？对。那来到这边当然要唱 KTV， 可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是。好。能找出来达成任务。哦。练唱歌曲。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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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一组。两两一组。来，我们先。小朋友一起带动，上升上升，啊，好简单！小朋友，这个要看，接一下，好吗？来，你们，快，我叫曾国成，你认不认识？我认识。啊，认不认识？认识。我叫曾国成，叔叔知不知道？你会不会唱健康歌？会。Yes。
三圈。我跟你唱，你跳好不好？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会不会？好不好？我们一起好不好？我们唱，你跟我跳舞，好不好？好。喂喂喂喂，你叫什么名字？开始了。有动作哦。好，是，好，预备啊。小心，小心，小心，裙子。开始。先学。有感觉，我这个娘娘，这个娘娘，娘娘。找谁？找谁？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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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运动。他会跳，他会跳。走走走啊，走走走啊，轻松的舞姿，学爷爷唱唱的歌。做人的青春的老鹰，天天说的早上起来花枝花枝，要洗手，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呀，动动脚，什么 key 啊？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好，鼓励。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招呼了，学妹呀，学妹，帮帮我好不好？学妹，我是学妹，学妹，学妹。好歹，好歹我是学姐嘛，好歹我是学姐嘛，流浪到现在几个了？几个了？哎，学妹，学妹，哎，学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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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跑一段，走。江万庄，江万庄，这个这个，先跳。对。然后这是这只脚吗？对。那也够呛的，这一下子。我们两个脚一样大，不会吧？你这样穿会不会太紧？还好了。好了，手套。我会转身了。这个也不是什么值得兴奋的事情。来这里就是要玩轮刀。好，我们现在讲游戏规则。今天要玩的就是长驱直入。对，有点太难了一点。啊，不会不会，不是那么难的。先讲一下规则。第一个，穿上你们的护具，全套装备已经穿好了。等一下，限时三分钟之内，我们有守门员，你们就把球就。然后第三个，一球。一球就好。一球，三分钟之内，只要你能射进去就过关了。全靠你了。你们两个负责用美人计。那不需要了。教练示范一下，好，来，教练，教练示范一下。我们一样一个杆子拿，我们现在我们好像四个丐帮。对，太难了吧？救命啊！丐帮，丐帮走。发挥团队精神，帮主，帮主，帮主，麻烦。我跟你讲，我呢在前面当，我在前面偷袭啊。你在前面当攻手。哎，对，你可以扮个主攻。如果你攻不进去了，看我那边有空隙啊，就传过来，就退。等一下，然后你要注意学
注意学那个画面。哎，原来这伴唱带里面，哎，我们来看到这些舞者跳的都是标准舞了。在这附近呢，哎，就有一家戴文富，哎，标准舞了。这戴文富老师呢，哎，是标准舞高手，哎，参加国外，哎呀，很多次比赛获得大奖了。在这里，武林至尊分别向老师学习标准舞步，由戴老师不断通过就可以过关。旁边待到老化了，看你们玩都不能。再不用你的话，这一集怕你没有出现的机会。其实它不是一个乱数，来，你就把它，其实这样一个图，你把它画一条线，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它都是一个对比的嘛，对比的，对比的。那你只要看这一条，你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注音符号。一 k 呀，可以 k， 一 r 呀，一 k 呀，一科，可以 k， 然后一 r 呀，一 k 呀，一 r 呀。熟的去吧！哎呀，我们起来看一看。哎，其实很简单，您只要在中间画上一条线，就可以看到那注音符号 IKEA。哎呀，所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您现在所看到一家相当著名的哎这个家庭生活用品购物中心了。这 IKEA 呢，哎呀，有各式各样的哎这个家具，还有家庭用品啦。哎呀，哎在假日的时候呢，哎到这样子的地方来逛一逛，嘿，买一些好的这个装饰品回家里好好布置一下，哎，这也是相当好的一个休闲活动啦。在这呢，哎精打细算 DIY， 以限定的金额布置一间卧房，哎，由观众评定通过就可以过关。哇，好漂亮！这个收窄是全家寿命收窄。你好。欢迎各位呢来到这个戴文富舞蹈教室。那在这里呢，我们要考验各位就是武林至尊这个游戏，就是分别向老师学习标准舞步，那由戴老师呢做评判，那通过呢，老师认为可以呢就可以过关。OK， 那就是呢，请你们四位呢分两组，一组呢学论把。另外一组呢，学吉鲁巴。我想吃吉鲁巴。好，那我现在我们有四位老师。叫阿鲁巴。阿鲁巴。一、二、三、三、一、二、三、两、三、一、二、三。哎，转过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再带你们一起跟着舞。一、二、三。
台北敦化馆，那 IKEA 是来自瑞典的家具家饰连锁店，那现在在台湾呢只有这么一家分店，但是在七月的时候我们会在皇家百货开第二家分店，那里会有这边的四倍大。四倍？那我是要花一天才逛完。那现在就带大家下去再来参观一下。 OK， 好好，走。这边都是客厅的陈设区，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都是是啊，这里都是一些可以组合的那个一些自己组合柜子之类的哈，不管你家墙壁多大多小都可以，拿回家还可以 DIY。我讲，对对对，这是那个 home office， 是家庭工作室，对，家庭办公室工作室，那是主卧房，对不对？对不对？这个是主卧室，这个床单安了没有？来，不是。那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关的那个游戏规则。是。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去年十月呢，自从 IKEA 降价之后呢，价格变得非常的便宜。啊，降价了。降价。好便宜哦。重点是，所以呢，待会我们会给各位一张一万块钱的支票。哇。那一万块钱就可以，其实就可以把这整个家、整个那个卧室的那所有的家具通通都买齐。真的。这就是我们的问题。精打细算 DIY， 请在以限定的金额于卖场内找其所需的陈设，完成一间卧房的布置，由关主评通过几个过关。这个好，那现在我们就给你们一张一万块钱的那个支票。好，走，你去拿床具，还有去拿那个把这个凹的东西。好。放在地上。哇，为什么上面没有写呢？啊，这个啦，便宜，999。九百九还便宜啊？弄那么高级干什么？就这个啦，蓝色系，这个比较便宜吧？八百九。这个还不如这个好看啦，这个啦。好，这个。好，就可是你要考虑到后面。多少钱？999。九百九。走。哎，请问这个要用什么螺丝啊？这个有那个小的啊？没有啊。这个啊？哦，看到了。好，我来装那个。这个是干什么用吗？这个就是要固定那个。这个是什么东西？要双人的，需要。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被套跟枕头套。对。好，这样子配应该是蛮可的啦。然后，没有装，还是那两个要装？要装吗？你装小心，等下手机被收。晨晨先好了。老师，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加油！李子豪加油！那个表情很重要，表情表情。表情，专辑好，
辛苦各位啦。然后我们现在请这个戴老师来做一个总奖评。外面跳比里面还累。我们先从这个张晨开始。张晨的姿势非常优美哦。有哦。可能以前有那个八零五的底子，现在相当优美，是不是啊？是。是。你看就知道。对，我们请曾国成哦，他的吉鲁巴的进步还不错，但是呢，一跳到花步啊，也俩高。但是呢，他最后的 pose 很漂亮，所以成绩也不错。谢谢。林志豪哈，他的身体跳舞的身体很安静，他可以从事以后可以当选手。体操吗？身体要安静的人才能当选手，我身体很吵闹，当鸡头吗？所以今天成绩嘛，快，还没有人。啊！举错！谢谢老师。好，现在恭喜你们得到三支一的宝藏图。谢谢老师。恭喜蓝队、贺喜蓝队，剩下我的三分之二张藏宝图。我来了。今天怎么样？没有可能不晓得，他们可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在天庭是学舞蹈，是的，我是天庭艺术学院的。恭喜你们，加油！听说是天庭在板桥的。地图。找出 think 用想，找出下列组合中的共同处：鱼和水、雾和风、花和虫。雾和七有关系吗？雾跟七，共同处就是花和虫。我跟你讲哈，一定还是哎，我们都还没用过那个金牌哎，陈哥，我们已经二十二了，二十三，三十一了，现在三十一了是？对，可以用了。来金牌，来一杯，年轻弟弟，一杯。对啊，我们用金牌来，快点。金牌，等一下，不要用。不要的，哦，没事，很厉害。F I fish and water。对。For 这个是秋天是 autumn winter。Father and 这个。Y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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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答案是 F and W， 这边是 F 和 W 的轮胎。哎呀，这 A 鱼是 fish， 水是 water， 哎，这每一组字呢，哎，把它翻成英文，它的开头都是 F and W， 所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您现在所看到的 F and W， 哎，直排轮休闲中心啦。在这里呢，还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直排轮，还有相关的设备啊！哎，在这里旁边还有个地方，还是一个广场，还可以练习直排轮。在这里，嗨呀，这曲棍球就好玩了，长驱直入，穿着直排轮鞋进行曲棍球大赛，达到标准就可以过关。可以啊，看起来软绵绵的，厚厚的。像是有点鬼。不要闹。还有 George 的衣服也架起来，快！快点凌乱。不会，这样有家的感觉。应该丢床上算了。我们已经把这个家布置完了，在这10000块钱之内呢。对。我们尽其所能的把它布置了。恭喜恭喜！我们大家庆祝一下。哇，你们买了。哦，我们是精打细算，我们只花了8438元。哇，恭喜你们在10000块之内买了这么多的家饰品。对。那待会呢，我们要请我们的设计师来看一下你们的那个 style 有没有符合。哇。好，欢迎我们的设计师。设计师。好，我现在有四个评分标准。是。啊，第一个。还有评分标准。对。这个每个都是20分。快点，靠过去。满分哈。不能贿赂，创意不错，至少要把这个摆进去。对，你看有家的感觉。25分，谢谢。可是成色技巧呢，有点问题。哦，就是要让它露出来，让它知道这里面有棉被，这样才看得出来就是棉被。好，给20分，20分也不错。预算花费不错，满刚刚好9000多。好，25分，还有钱可以吃肉羹。家具 DIY， 那个 DIY 的，对呀。像他自己，还有目前为止没有倒，好，25分，总共是95分，好，95分，谢谢，不错，恭喜你们过关，谢谢三分之一的宝藏图，谢谢，恭喜红队、贺熊队可以获得三分之二张藏宝图。
恭喜你们过关，谢谢啊！现在是第五了的，八德七五，八德在这边还是这边？四维罗八罗七十五七五七五七五是什么意思？七五有什么意义？八德是四维嘛？罗曼蒂，曼蒂是什么意思？我们节省时间，我们叫金牌。七十五是什么？七十五是什么？七五，七五是。OK， 一二三，叮铃铃叮铃铃，王姐姐，王姐姐，有请金小姐。对了，因为你们解太久了嘛，然后你又叫我在那边，哦，好啦，这样就叫解太久啊。可以睡仙子。哇，我是仙子呢。好的，仙子最好啦，好啦。谁可以告诉我八德是哪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那他的第七个跟第五个字是各是哪？忠孝仁爱信义什么信？和信，和信什么？和信银行吗？我看呢，和信桌球。和信桌球。哎呀，我们来看看这八德七五呢？哎，原来是八德里面第七个字和第五个字，哎，分别就是和信。在地图上有个地方就叫做和信桌球了。这假日的时候打打桌球，哎呀，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活动。在这里呢，哎，有许多的高手，哎，桌队厮杀，分别选择对手，若能在指定比数里面赢得五球就可以过关。但是这些高手怎么打得过呢？哎，别怕，他拿的可是怪拍子了。欢迎你们来到 FNW 文刀文化概念馆，来这里就是要玩轮刀。好，我们现在讲游戏规则，今天要玩的就是长驱直入，只要你们现在丁文小生命啊，丁文小生命不重要，听我说不重要。你现在穿好了装备，等一下限时三分钟之内，我们有守门员，你们就把球就射进去，只要射进一球，四个人发挥团队精神，你们就过关了。我们四个只要进一球就可以了，对不对？你讲诶，我讲诶。好，来，我们四个加油，我们把杆子架在一起。跟着加在一起，我们先加油嘛！来，预备，四、一、二、三，叫叫叫！好，练习一下，练习一分钟了。好，传球。我觉得这段对我来说太长了。哎，你干嘛？你干嘛？啊！互相传球，还有一手啊！对，目标在这边哦。我们小外边。那这边是提供一般民众打桌球练习的一个场所。那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桌队厮杀的游戏。我们挑选了四位桌球的高手，哦，准备了四个球拍，有一个大球拍，有一个超小球拍，跟这个铁球拍跟棉的球拍，海绵球拍，你们可以选择这个球拍给你的对手打。哦，这样子，这样子你就会打起来比较简单。那我选小弟弟好了。不是，你先选球拍，不然告诉你选手是谁。啊，这样子，选手是他们配的。我选他，然后让他用这个。作弊！对，简哥，你直接打他算了。来了，简哥选这个，你要选这个。好，我选这个。好，大球拍是爷爷的。简哥加油！简哥加油！如果不会，简哥加油！哦，来了！简哥杀球哎！一比零，一比零。
我们可不可以叫早仙子？好，好，好，好不好？来，仙子，仙子，给你黄金吉鲁力哦，请进开始。出了这么久才想到我。哈哈哈哈哈！其实呢，这个是利用镜子反射的原理，哎，把这个压住。这是不是一半两边对称的？这样盖起来，然后看绿色部分是一个注音符号的拼音。哎呀！想到了没？快点，快点！注音符号。K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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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用品购物中心了。在假期的时候呢，哎，偶尔到这样子的地方来逛一逛，哎，买一点小东西回去好好的把家庭布置一下，哎，也是不错的休闲活动。在这呢，哎，精打细算 DIY， 哎，以限定的金额布置一间卧房，哎，由观众频频通过就可以过关。自己跟板子靠一点，靠一点。打磨。对，你要推的，不要这样子挑的。哎，好好好，好，有有，有进步，有进步，有进步。丽丽杀，丽丽。哦。啊！比赛结束。没有碰吗？他不是碰网了吗？对，碰碰网就要算输。哈哈哈哈。那我们有两位没有过关，对不对？我们要让你们多练练球，所以到发球时去练。好，来，准备，开始了。好紧张。好。这样算吗？算。啊，对，算。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好。OK。好。好。加油。好。一。恭喜你们通过这关考验，这是下一关的提示。二七一六五一路发，二七一六五一六八，电话，二七一六打，在这里，好，二七一六五一六八，六七六八，六八。我们来看看，哎，这台北市的电话升级为八码了，哎，这二七一六五一六八，哎，就是我们这 Hooters 的电话了。这里呢，哎，可以说是一个风格相当特殊，哎，纯美国式的休闲餐厅了。这里面呢，可以说是年轻有劲了。哎，我们在这玩什么游戏呢？杯杯相传，与 Hooters Girl 进行美式传杯游戏，达到标准就可以过关。左边，你有什么问题啊？你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台那个IKEA台北敦化馆。对，贵姓？我姓陈。你好，陈小姐好。你好，买那个家具不打折？打折啊！大家知道IKEA去年10月降价以来呢，所以现在所有的家具家饰都非常的便宜，所以用一点点的钱就可以买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对，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幸运的七鹅于卖场内早期所需的陈设，完成一间卧室的布置，由观众评定通过即可过关。对，待会呢，我们会给你们一张10000块钱的支票，然后你们用这10000块去买齐，这个所有卧室里面所有的家饰品，把它布置完，然后并且把它装上去。先给你们10000块的钞票，谢谢。待会要两位，不要两个椅子，先来这边组一个床头柜。
有两个人组床头柜，两个人去买衣服，对，买东西。那我来煮，我来煮，要快。我们去买东西。你们俩去买东西。对。OK， 加油加油，预备，预备，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耶耶，加油 ，Come on in， Come on in， Come on in。好，这边要 DIY。那我们好了，这边 DIY， 然后带两个大篮子。先来捆头，哎，你这样系起来啊。双人的嘛，这个不错啊，这个，这是单人的，这是双人的，这个是双人的，双人的多少？2990。我们其实很会做手工艺的，你知道吗？我们家里，做代工的。吃不吃得下来这个工作？吃得下来。杨幂，杨幂，现在我们要怎么样？那我先给你们介绍今天的游戏，杯杯相传。对，杯杯相传。那我们待会会先示范给你们看，然后我们会搭配一首歌，叫做那个胡歌，摆浪淘淘波不趴。对，然后我们要整首歌唱完，你们才算过关。那这之中有错的人就是犯规了，犯规要处罚。那我先怎么处罚，你待会就知道。来来 ，girls， 穿插到里面。来来，我先示范给你们看。好，来啦，淘淘我不怕，三七多二八的钱。哦，这样就长。这样会压到旁边的手指。没有问题哦，正式来喽。One two three。要化成猫头鹰，因为呼人声的原意是猫头鹰的叫声，所以你们错的人要化成一只猫头鹰。别呼了，这不能吃了，姐姐。玛丽琳好美哦，来吧，好来 ，OK， one two three， 海浪淘淘我不怕，穿起多。那个谁，那个你，来弄弄那个，弄个棉被，盖上。你也当过兵啊？你手脚你条件嘛就妹嘞。哎，开玩笑，人家每天在家做家事，这个摆床头柜啊，我们还有个相框哎，对不对？我们刚有个相框呢。150是什么？150那个蜡烛。哇，好厉害哦！好了，我们买了些什么东西啊？我们买了灯啊、床啊、床垫、床罩啊。来，我们四个人在这个房间的任何一个角落，用最舒服的方式，很适合的坐下来。然后要，比如说电脑要做电脑状况，然后有人坐在旁边呢，你们都多躺床上有问题啊？每人找个不同的角落嘛。听说是已经结束了，结束了，不像吗？欢迎我们的设计师你好，请问一下你什么学校毕业的？复兴美工毕业。我也是复兴美工毕业，帮我看一下。不用，没事。我做你们标准。你们标准。这个创意概念呢很好，因为这是蓝色系的房间，所以都有感觉到有蓝色系。好，所以基本上我给这是满分，这是25分，我给满分。谢谢学长。橙色技巧呢？橙色技巧也不错。这个好像这个我们少了一个呢。刚在摆 pose。好，那这也达到了，所以我也给25分。预算八倍呢，这也很好，比刚刚那组更好，所以我也给25分。谢谢。
这个组装 DIY 呢，这有一点需要声明哈，就是这个组装虽然说很轻易，但是呢，这个动作要稍微小力一点。所以我们刚刚曾先生，我们领队呢，这个稍微动作大力了一点，这是错误示范，这是我扣两分，所以这是23分，98分。98分，你对，你有我这种学妹，你应该很开心，对不对？好开心，开心，谢谢。98分，真是一个宝藏组。恭喜蓝队，贺喜蓝队，三星获得完整的藏宝图。天哪，这是我们太幸运了！Vivi 先介绍 Shooter， 好 ，Shooter 要怎么吃？好。如果不吃也不行。啊，放进去的，对。用喝的。哦，一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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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没有问题。哎呦，好咸。它有那个啦 ，cocktail sauce。来，我们先喝，先干为敬吧。哎，你喝完了。干杯。来，新年快乐！你的表情好像不怎么样。OK， 那你们今天的游戏已经过关了，恭喜你们！那这个是你们接下来三分之一的藏宝图，啊，这是日本正常，对，就这个东西啊，对，哇！恭喜红队、贺喜红队朋友获得完整的藏宝图，啊，用扫的，用扫的，哎呀，好像同一个花纹，不用了。哇，好像已经出来了耶！不是，你不要太亮的地方，太亮的地方比较暗一点，对，暗一点的地方比较好。晨晨是要照他的，照他的。品，这是品质，成品吗？成品，这成吗？哎呀，只要拿这个铁片一扫过呢，哎，里面的瓷粉就会显出成品两个字了。这成品是一家著名的书店，这里面呢，哎，规划的相当的好，哎，这假日的时候到这个书店买两本好书，哎，这也是一个相当好的安排啦。在这里呢，哎，我们来看看钥匙的谜面，哎，这谜面上写的，依行政院人事局公布的公务员隔周休二日制，哎，它的算法今年假日一共有几天呢？哎，这到底是79天、88天还是99天呢？好像有听错。1年50个礼拜，50个礼拜除以2，对吧？2、24、21、21、21个礼拜，21个礼拜休2天，21个礼拜乘以2，42。42天吗？42天加上这个国庆，哇！我们去找一本行事历嘛。42天。哎，笔记本那个电话给我。知道今年国定假日有几天？我猜是99天。九十九天，加国定假日，99天，真的吗？确定吗？加国定假日，99，慢点，这位同学，那个社会老师，老师教的，应该对。你是哪一所学校的？东华国小的。国中。对不起。哈哈哈哈哈！是老师教的，那就没错了。没有，我们的同胞是不会骗人的。红队回来没有？有没有穿红色的？没有，对不对？红色的背心回来过。确定吗？没有，对不对？好。坏人，我们的哦，我的秘书组长怎么头发变少了？我没事，要不要发一下？发一下就会上。叫你组长是？哎，对。我先不要跟你握手，等一下好。一，把幸运的手握。紧张。没有，刚才过了，过来，快就没拿走了。2、3，耶！
一起来说说我们是由衷。大家好，我们回来了。预备起，谢谢浅哥。哇，浅哥，谢谢你哈。浅哥，有人在。都是你的。浅哥，有人在谢你。搓那么多干什么呢？唱一首歌，唱了快十分钟，两分钟就可以解决了吧？搓那么多遍，怕我们一直唱不完。浅哥，我们告诉我要保持愉快的心情。看他们什么表情，什么样子啊？没得过冠军呢啊！一辈子都是失败者是吧？赢了是吧？今天我们很明显的呢，在这可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不，其实一家欢乐一家愁。对啊，我们都很快乐啊，快乐啊，简哥对不对？现在不爽吗？今天呢，能够赢这一场啊，这场战役真的是对我来讲意义相当的重大。是，终于你在东区复原了。我在东区康复了，我终于在东区拿到了胜利的骄傲的一仗，是，好不好？好，恭喜你啊！非常谢谢谢谢简哥。是，今天呢，我们也没想到呢能够录到第四集，而且呢非常丰富啊，多彩多姿。看到红队有什么样的感觉？好了。哦，那我们可丰富了呢，怎么这么丰富呢？红队娓娓道来。哎呀，就是，什么地方是最让你觉得棒？交际舞。国际标准舞，国际标准舞，我从来没有跳过那样的舞啊。标准舞，标准舞，对，从来对，尤其那个表情跟那个手势很重要。哎呦，他跳那个吉利巴才是不得了嘞，吉鲁巴，吉鲁巴，什么玩意儿？不是阿鲁巴，没有，那边是蛮好玩的。对，来，简哥，不好意思，第一次来就让你这个败北回去啊，没有关系。其实也没有，其实也不会啦，没有关系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带头的。人呢，对不对？这个每一队的这个每一队的带头的人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真的是这样。对啊，光练一个，万一练一个乒乓球，光打那个乒乓球浪费我们快二十分钟啊！谁啊？谁啊？啊，就他们两个。哎呀，还被叫到那个发球区里面，在那里再去接十分钟的球，那也没有浪费多少时间啊。啊，他们也只不过快我们一分钟而已啊，对不对？我们如果不练那个球，我们比他们还快是两分钟。简哥，我今天看着你的面子上，我过程我都没有跑哎！别吵了，别吵了，都是自己人，别吵了。好可爱，这对难怪会输。来，倩蓉也是第一次来黄金财经。蛮开心的，虽然第一次就输，但是呢，当作是学个经验呢。我们有运动家的精神嘛。哎呀，感人啊！快快乐乐的回来嘛，对不对？今天平平安安的出去，快快乐乐的回来。发现了今天呢，才了解到原来在大城市当中，尤其是中校东路大家这么熟悉的地方，也有平常的休闲娱乐可以在里面玩。好，鼓励鼓掌，好，同队。一个队伍要赢啊，一定是将士用命，每一个人呢就发挥了螺丝钉的精神，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不是说呢这个老的老小的小这样子大家打成一片的，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告诉大家今天为什么会赢，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各发挥其所才，尤其那个戴文富老师那边，对不对？交际舞那个时候呢，因为他说我们四个人当中呢，我跳的舞蹈我的身体最干净。干净？对，最干净。那你不要当你陈陈了。等一下，我解释一下，不是干净，他说他跳的最安静，干净，安静啊！老师说，只要身体在跳舞的动作上面安静的，适合当职业的舞者。哦，那他跳的比较吵的嘞，有比较吵的，不适合当鸡头。这样子的，来志豪 ，yes， 先道歉。哦，对，道歉就是那个一踢啊，那个抽屉我居然把它弄坏了，真的，制作单位对不起，对不起。哎，你们把椅抽屉给拆了，还98分呢、啊，这么不公平啊！哦，因为那个设计师是他学长。不是，这个哈、哦，就我也是有发挥所长，因为我们也是读复兴美工，然后刚好那个设计师评分的，他也是读复兴美工，我就一直拜托学长。对，这不能这样子哎。专业。对啊，
我们也是学美术的嘛，所以可以。拜托，他拜托的，不是他们严格评他，对，随便你评他，我们是。他也很严格啊，他是从花色，然后整个衣服，你如果不严格评论，打他呀。而且我们一万块钱，我们9987元，只差13块而已呢。你说拜托，不要太。用了8000块哦。8000块，9987元。还有2000块钱可以当家用啊！这样子怎么能精打细算？脸也红了，口水在这边喷了老远了。我看到好大一个，赢了，还干什么？我们选了10样东西，我因为我一直想10样东西十全十美，对，我们只差13块。其实那9987块是最接近10000块。本来想花13块，还想说算了，简哥在那边，我们不要赢太多。老师再给我10块。敬老尊贤，这也是我们的美德，所以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好不好？哎，拜托你，但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简哥哈，快乐啊！今天呢，我们的守护者，头发怎么变少了？头发变矮了。啊，不是，这一位不是别人，刚刚我们的 opening 那位是自己人啊，他是我们的中华民国都会发展协进会的这位理事长张启明先生。啊，谢谢。张理事长，哎，要先宣布一下，今天优胜队伍是哪一队？我穿蓝色的，所以今天优胜队伍是蓝色的。我也不会做吉祥物，优胜队伍得到什么奖品？恭喜我们在虎年把红队虎的一愣一愣的蓝队能够获得黄金金牌每人一面。恭喜蓝队！啊，那我们这个被虎的一愣一愣的红队可以得到什么呢？只能得到钱柜砸的一年份，还有白兰氏基金每人一打，补充你们的体力，加油！这个也没有一愣一愣，好狠呐！好，金手神颁奖奏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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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怎么还有守护神自己奏乐的啦？已经录了快200集了，第一次看到守护神自己奏乐了，大家。哎，你真的不光是衣服穿蓝的耶，你颁奖颁的好快乐。好嘞，东区的人本来都是这样的情形。哎，致辞开始。好，等你。啊，我非常高兴，今天我们能够两队来参加，特别来东区啊，来参加这个比赛。那么我们也从今天的这个比赛的中间，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也会发现到东区其实是非常好玩的。对，中秋二日子来到的时候啊，不是只有到郊外去玩，其实我们所住的这个都会里面本来就是很有意思的。嗯，我在这里边也跟大家谢谢各位观众啊，还有谢谢两队。虽然红队今天没有赢，但是下次穿红色，下次再来啊，下次来我穿红色的。你说的。对。好，对，谢谢。谢谢张理事长。不过我发现了，这个平常的可能大家常常来东区，可是今天这样我们一玩了之后，我们发觉东区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是你平常呢可能没有发觉到一些非常值得去玩的一个休闲场所。对，我们希望呢这个每一位观众朋友呢一定要跟我们有同样的感觉，国内和国外的黄金传奇都很好看。嗯，如果你身边啊有一些什么不错的地方呢，也欢迎您推荐给我们制作单位。哎，当然非常谢谢你们的两队啊，我们的名艺人们今天参加。谢谢简哥。哎，当然了，更感谢你们的收看，也谢谢我们的张启明张理事长。谢谢。好，别忘了每个礼拜天的中午12:30，打开超视频道收看我们的黄金传奇，黄金大追击。